一个例，如果喺拳呢度附近有墨咧，呢啲墨咧就叫做德高望重。我讲嘅咧就系好嘅墨啊。咁正话咧，啱啱阿跑咧就问我啊，佢原来呢度两，你哋睇清楚啊，佢呢度有两粒墨嘅喎。吓，咁呢两粒墨咧就系你因为德高望重，咁所以咧就带俾你名与利啦。嗱。